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大家好，我是阿彩。我们今天要来干嘛呢？我们今天要来线上玩 iPad， 因为我就是聊天高手。我是吗？好啦，应该是啦，我应该算是会聊天啦。我真的很久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，交友软体上真的聊天，然后真的约出来，应该是这辈子的第一次，人生第一次，就要献给了 iPad 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选中，我今天不胡乱，我今天真的选中了，聊到了，我就选一天跟他出来。但是我会问他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出来？但是我是直播主，我要现场直播，我要带我。我现在看一下有多少个小孩，我现在有900多个小孩。如果你愿意接受他们的话，还是我应该说我有900多个 家长，他们要亲眼看到这个男生行不行？好，来，这不行，你们先冷静一点，你不要一开始就这样子，这样压力很大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我们先选一下性别，区间22到37，可以，国家台湾全城市全部，都选。澳门首家线上赌场上线了。那、为什么变女生？哇，聊天室不行了啦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我们现在是要找男生哦，这是找女生，男生。OK，sorry。好，我们先看我做了那个东西之后，应该有人开始跟我聊天了。首先，先有人跟我说嗨嗨，台北市还可以。我们看有谁回我。你好啊，你好，然后挥个手，用图示。好多哦，我这么受欢迎的吗？你原本是如来佛祖，这什么东西？你原本是如来佛祖面前那一盏明灯，我长得像如来佛祖吗？这个一个笑脸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千万不要只放一个笑脸，因为一个笑脸你们绝对不会被读取的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交个朋友聊聊吗？好哇、要出来喝杯咖啡吗？这个人好礼貌哦，但是呢，他这样的对话方式，我觉得会比较引起在年长一点的女生的喜欢。欸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哦。想认识你，有男朋友吗？身高147，体重60，哦，有点太瘦欸。摩羯座，桃园区，这看起来是有在运动的哦。就你了，怎么因为？174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174。我现在应该可以看这个吧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彰化太远了，南投怎么约？哎，这个我看一下，26 ，John Leo， 八德区 ，OK。那我们要跟他 say hi 了。觉得 John Leo 不错的话，留言让他哦，好 ，Hi， 女生 say 一声 hi 应该就可以了。欸，这个刚看起来那个很像聊天室欸，我可以，欸，他可以直播动态欸，他们可以直播动态，我可以直播动态一下吗？我现在马上来直播一下好了，直播徐直，过于裸露，我 OK 吧？我 OK 吧？我要打一个厉害一点的，我跟你讲，妹子都那么大，我好无聊哦，好无聊，哦，我开播了，开播了啦，开播了，人事。啊，我的聊天室都没有人，现在怎么办？你们可以充当人气吗？啊，有人来了，嗨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菜，我来了，你们不要充当好不好？你们是不是想跟我约？你们这样子会毁坏我在这边的形象的。我是真的想要跟一个人真心的约会，你们可以让主播。就是有这个机会吗？负面工伤，哎，怎么办呢？啊，都没有人要跟我聊天啊。好啊，那我跟你讲，你们现在就密我，你们现在谁密我，我就跟谁就是约，我 I mean 约吃饭，或是约喝杯咖啡，但是你必须要是在桃园区，要不然的话 ，no， cannot。主播名次提升到5627名，也太后面了吧！好，那我现在要关掉咯，我看谁能跟我聊天。谢谢你们送我的礼物。哇哇哇，
姐姐好漂亮，谢谢你。我不行了，那拜拜咯。哦，不行了啦，更新粉丝18个人。好看一下，聊斯加赖，为什么有人要跟我聊这？43还要聊斯加赖？你刚下班？有了有了，阿布博雅，这个，等一下，我给你们看女生好不好？你们等一下，这看起来感觉是很会聊哦。下班了，还要四天，加油哦！你也是哦。女性的话，20到聊天室可能有年纪比较长的人，所以我们再把它往上挑。第一个聊天室就不行啦，聊天室一定就说哦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一定要你喜欢。哦，这个眼睛大大蛮可爱，这上面的女生都还蛮可爱的。菜菜，这个也叫菜菜。这个太年轻了。哦，阿根廷也有呢。我要先跟你说我的工作。等一下，这样讲的好像我的工作人家不能接受一样。这可以讲话可以录音哎。好，我录个音。真的啦，真的可以。是你要看我以前的影片也可以。给他麻油鸡那只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麻油鸡那只。我想睡觉了，所以。闭嘴。所以下次再开台，明天。因为我很痒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们玩交友软体，你不要只有半张脸。你要的话，就找一个接受你的人。就他就是接受你这个样子啊，然后愿意跟你出来啊，我觉得没什么啊。不行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应该是在附近的哦。当黑哦，当黑哟吗？这可以吗？他给我打招呼哎、哦！我现在终于了解你们的感受了。他说欢迎 Honey 哎。你的照片似乎在梦想着什么？这照片不会是诈骗集团吧？我是否据点了？有，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。你愿意出来吃晚餐吗？不会要我出来买点数卡吗？因为很难有这么直接的，我可能在国外大的，这样无法对吧？我是太紧张了，我可能在国外大的，他可能想说怎么大的，但是我也是大的啊。我们就直接跟人家讲嘛，我们不能骗人家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是良心事业，开玩笑，真的良心的啦。不是，我们要成功了。那你们等一下在这边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就是换另外一件衣服吗？约哪？我们约去我们认识的地方。BB 双擦起来。BB 双擦起来。我约到了！等一下真的不来，等一下不来我不是很尴尬？你们不就要笑我很久？我去换个衣服。8点，我应该是我们15分钟后见，我们15分钟后见。你好，是你吗？我只是来看你。你看戏的吗？你跟那个照片长得不像，你是聊天室吧？你是聊天室，妈的，就来了一个，等一下，聊天室，等一下，你是我约的人吗？你是跟我在 iPad 聊天的人吗？啊！